过母亲的耳鸣耳聋好几年了，你还不知道这个方法，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。耳鸣耳聋，我让你们等着去自愈。蝉鸣声、火车声，我让你们忍。听力迅速下降，我让你们拖。在这里啊，我想说，不要再乱尝试了。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，耳鸣耳聋是由于耳神经的损伤导致的，耳鸣啊是不可能自愈的。不要认为呢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它只会越来越严重。现在有一个耳鸣小足贴，耳鸣耳聋人群研发，用法也很简单，直接贴在脚底涌泉穴就行，精华成分直接送用耳部穴位，缓解耳鸣耳聋。点击下方查看详情。